皮蛋椒麻拌面配上东北老卤，这样的组合真的很过瘾哎！太敢吼，矮黑梅森，今天我可是冒着大风雨哦，也要来吃这家位于在台南海岸路的丹瓦楼。这家是以东北老卤口味呈现哦，食材非常的多种，还有许多一般卤味店不会有的好料哦。刚刚经历了风雨的摧残，我一定要来这里大吃一顿啊！把各种想吃的全部都夹一轮哦。他们的蔬菜区超级可爱，而且很干净哦。他们会先将食材用特调的药膳汤头穿烫过，将食材的鲜在这个时候都给牢牢锁住，再来加入东北老卤的秘制酱汁，这个手法有点像咸水鸡哦，搅拌均匀，放上葱花和酸菜，这样就可以准备上桌了。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家的蔬菜种类就多达十几种哦，还有鸭舌哦。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豆干要沾着他们的特制酱料吃，这样才能完整的享受丹瓦楼的特色。不止卤味，他们还有卖麻酱面和泼辣面哦。老饕的吃法，皮蛋拌入泼辣面中，好吃到销魂，辣度也吓到我的灵魂哦。爱吃辣的你，这道你绝对不准放过哦。Oh.